那下午讲到这个所谓的，下午给各位听了一首歌，就是因为所以反复讲我们呢，无量劫的我在哪里呢？在慈悲三昧水忏里面讲，我们忏除业障要有这七个心。现在请翻回来24页第11行这一段经文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忏尽。而虚空界乃至众生烦恼不可尽故，我此忏悔的心无有穷尽。所以你问我学佛从哪里学，先从忏悔业障开始学。接下来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生与异业，无有疲厌。好，经文到这里到一个段落。接下来我要介绍普贤菩萨的照相。我说过华严经你要学的话，你就要把握出大智文殊师利菩萨、大悲观世音菩萨跟大恨普贤王菩萨。这几天呢我也讲了很多文殊菩萨的感应，然后呢下午我还跟昨天也讲了很多故事。接下来我会开始讲普贤菩萨的感应跟大悲观音菩萨的感应。那在忏除业障里面，从佛教图像的演变来说，第一个是华严三圣。所以各位希望送给你的普贤祈愿品前面有一张华严三圣，可以把它割下来付费供起来，这是商业精神的目标，非常的庄严的。好，接下来再看忏悔。忏悔一定要有对象，举个例子，就像教你礼敬诸佛，你会对着佛像顶礼，你不可能呆呆的对着墙壁顶礼。对墙壁顶礼你并没有功德，你只是运动而已。可是你若是对佛像顶礼，佛像因为是圣者的化身，诸佛菩萨都是证悟的圣人，所以你对佛像顶礼可以忏除业障，有积聚功德资粮。那在忏悔业障里面呢，有很多的经论，比如说《观普贤行法经》，然后呢，《华严经》也是以普贤菩萨为主的文书。那在很多大乘的忏法里，比如说《法华忏》、《大悲忏》，《大悲忏》当然忏主是大悲观世音菩萨。而是呢，你看《法华忏》或《华严忏》，它的忏主是谁？就是最主要忏悔的对象是谁？普贤王菩萨。请看这张，是四川峨眉山明朝万历年间，皇帝用呢3000两的黄金下令用铜铸的然后普贤王菩萨非常的庄严。接下来再看，在2006年的时候，四川成都峨眉山有十方普贤正式落成。当时我并没有去，因为我参加朝圣的时候在2004，当时他还没有建好。然后呢，普贤菩萨可以显现有像华严经十地，然后大象有东南西北四方，所以普贤菩萨的脸四个面都可以看到，叫十方普贤王菩萨，非常的庄严，象征着中国大陆佛法也很兴盛，非常非常的庄严啊。然后他手上拿着如意，这是普贤菩萨，看非常的庄严。各位，这些照片目前呢假如要高画素的话当然很难，不过在旅游的当中，你就是 Google 然后你 key in 峨眉山普贤菩萨，其实很多照片都已经上网了是非常庄严的。接下来再看，这是台湾寂寞法师的大华严寺三世的普贤王菩萨。为什么叫三世呢？因为他有三个头，看过去、现在与未来，这是木雕的非常庄严的普贤王菩萨表示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三世诸佛都必须要学习的。我说过，你可能修阿弥陀佛法门，你修观音、地藏、药师都很好，十方无量的教法都是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正法，可是当你要成佛的时候，一定会拜两位做老师，一个就是大智文
出师利菩萨教你般若波罗蜜，另外一个就是大恨普贤王菩萨教你十大愿王，所以最后你才会成就重重无尽圆满功德的佛陀。好，接下来再看北传佛教的普贤王菩萨。好，这是坐在清华台上大宝莲花的普贤王菩萨，这是台湾雕的，好，非常的庄严。你可以看到真正的佛菩萨的功德呢是很圆满的。接下来看日本的国宝叫做普贤菩萨，那这个是壁画，是代表普贤菩萨呢在经过的时候被大地六变震动，天运曼陀罗花，这是东密造型的普贤王菩萨。接下来再看唐朝造型的普贤王菩萨，它就是一样是大象，可是呢做的大宝莲花，它拿金刚铃跟金刚杵，上面有写个种子字，你就可以看到东密跟唐密的造型都是瘦瘦的，我们中国都是圆圆的啊。佛像呢还是会不一样，那它非常的 colorful， 就是非常是彩色的。接下来到了藏传佛教金刚萨埵菩萨，就是普贤菩萨的化身，是一模一样，他也拿铃跟杵，那他身上是白色的，所以在西藏你要修四加行，第一个修的本尊就是金刚萨埵菩萨，你要念啊金刚萨埵百字明，有长咒有短咒，我们在三多三摩呀曼陀罗呀，长度大概跟大悲咒差不多，你要念十万遍的。所以你可以听到西藏的一开始都是十万遍、一百万遍跟一千万遍，我们呢大乘的莲友啊不太重视这个，你不可以跟师父辩论说师父数字也是执着，那可以打你头，你都还没有做到你就讲不执着，不执着不是这样用的。那请问你发菩提心要成佛是不是执着呢？这个不是执着，这叫善法语。所以不要以为你念了金刚经学了一个因无所住生起心，你就以为你全部懂得佛法，谦卑一点。南传北传藏传都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教法，所以在下面几愿里面呢，第六愿就要讲勤转法轮愿，你就知道你必须学很多的教法你才不会谤佛。当然你自己专修可以专精一个法门，比如说你要修观音法门，那你就念十万遍大悲神咒吧。其实我看你们也没怎么用功啊，一天念一遍跟三遍结结缘，对不对？事实上大悲心婆罗尼经讲一昼夜至少要念五遍，所以我在新加坡公开鼓励你一次至少要念七遍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够念二十一遍那就更好，有些人念四十九遍，台湾的也有些一天念一百零八遍了。所以各位成佛真的要靠自己勇猛精进的，所以忏悔的对境是普贤王菩萨，有显教跟密教的化身，请看二十五页随喜功德第五愿，请看二十五页，二十五页第八行第九偈颂，十方一切诸众生，二乘有学及无学，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。好，请看讲义二十五页第二十行，看补充资料。所谓的随喜功德，是要对治我们嫉妒的毛病。我们凡夫很容易嫉妒别人。举一个例子，你看到别人，哎呀，那个人好发心。有什么了不起，要是我有钱我也会发心，你看我们看到人家好我们都是不高兴的，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真的恶念很多。那十大愿王就是要对治你十类的毛病，这还是分类说，事实上我们有无量无边的烦恼，那人与人相处尤其在同一个师门下最容易的烦恼是什么呢？吃醋跟嫉妒。所以你要修随喜功德，假如你嫉妒心很强的人，你会发现你很孤单没有连友。
你常常随喜，你愿意主动关心别人，你就会呢连友呢朋友很多，将来成佛的时候得到多眷属的果报。你看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、莲池海会佛菩萨，在十方国国度里面呢是朋友最多的，眷属最圆满的。待会我再讲记录的故事给你听，讲六祖大师啊。这一院的内容可分为四类，请看25页第21行。可不可以一两位莲友帮忙呢？前面这两个，他没有讲义，没关系，就是摄影的后面。对，啊、哦，没有讲义了。好，那没有讲义的话，那就两个人看一本也可以，好不好？啊，对，好，没关系。好，此愿的内容可分为四大类。第一个，随喜一切诸佛的功德。佛的功德很大，为什么呢？佛成就一切种智，这只有佛才有。好，第一类。第二个，随喜六道众生的善行。那你会说六道众生有吗？有，天上人间我们还是有啊。像你看我们人间，对不对？以慈济功德会来讲，大爱无国界啊，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慈济委员呢。人间有很多的菩萨在修很多的善行功德，那六道众生里面呢，待会我会解释。请问，那师父，请问狗跟猫有善行吗？难有。中国有句话，你看动物，动物的妈妈有狗爸爸跟狗妈妈，它生了小孩的时候，它应该保护它的。你看狮子，母老虎狮子，对不对？假如它生了孩子的话，你要靠近它，它就会攻击你。为什么？它怕你伤害它的孩子。天地之间所有的动物也是有良心有佛性的，也就是说中国人讲羔羊有跪乳之恩啊，乌鸦有反哺之意啊。乌鸦跟羊啊虽然都是畜生，可是啊他们都懂得感恩，做父母的也懂得保护自己的孩子。燕子，当呢他的孩子出生的时候，鸟爸爸跟鸟妈妈也会照顾孩子的，他们也有他们的善行，也值得我们随喜。第三个，举例看，随喜二乘圣者的功德，像声闻跟缘觉，他们那种出离心的功德，不染着世间的享受和精进修行，这种出离心的圣德，这为阿罗汉果的圣者，或辟支佛的圣者，也是值得我们随喜跟礼敬的。第四类，随喜一切菩萨的功德。菩萨就是自利利他，像文殊、普贤、观音、地藏、弥勒、八大菩萨一般，他们生生世世自利利他的大悲愿行，这些都值得我们为随喜的。好，那现在讲嫉妒。好，我讲个六祖慧能大师的故事给各位听啊。六祖像我看过肉身。六祖慧能大师，在我今年学佛应该是25年，我是20岁听到佛法，19岁以前也是糊里糊涂的。这个我没学过之后，之前呢，我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善人，但是烦恼还是很多，很自私，脾气也不太好。我第一次看到六祖慧能大师的电影，当时我还是在家跟着我的同学去看，非常高兴，第一次六祖慧能大师的电影在台湾戏院呢去开，就是播放，当时还没有现在的 DVD 什么呢，网络都没有，就看电视，哇，非常的高兴。高兴呢，我跟我的朋友呢一起排队，然后呢，我们到了西门町去看电影。看完的时候呢，我放声大哭，我在看电影，我放声大哭。哭完了以后，我同学问我说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我说：“没事没事。”本来他们呢，看完电影还要去逛街，我说：“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”我说：“你不要这样嘛，看完电影呢，就是变成这么龟毛。”我说：“不是，而是我很感动。”啊，我现在讲的我感动的是什么？当时我看到五祖传法有6年，五祖呢，在中国历史上禅宗，然后达摩祖师一直传到五祖，然后一花开五叶啊，是影响力很大。五祖呢，他一生度了很多人，他教了一个很有名的学生叫神秀大师，大家知道啊，神秀大师也是国师，他本身的涵养是很好的。可是呢，大家也知道有两个偈颂，一个叫做"身是菩提树"。
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尘埃。其实这是神秀大师讲的，这是指我们修行的过程，就像镜子很脏，你每天要时时勤拂拭，勿使尘埃。这是讲修行的过程。其实他跟六祖慧能大师讲的偈颂啊，各有巧妙不同。中国人都很喜欢讲六祖的“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”。那我打你一巴掌，看你会不会痛呢？菩提，对不对？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他是讲开悟的境界，就讲结果。可是我们真正修行是要从神秀大师的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就像你每天要擦你的镜子，每天早上起来你都要洗脸，然后你要刷牙，你每天呢，你都应该呢，好好的这个清理你的心。好，对不起，再请一个莲友来帮忙，倒数第三位，那个老菩萨睡着了，倒杯水给他喝吧。听经的时候不要睡着，将来会被蟒蛇。听经你若累了没关系，出去走一走，你喝水，走一走师父不介意，你只要一个不要讲话，讲话会打断别人，累了没有关系啊。大家忙了一整天，谢谢你。所以后来呢，五祖就看到，以开悟的角度来讲，当然六祖慧能大师是开悟，但是呢，他知道人家会嫉妒他的，他是南蛮子，南方来的，没有读书的。那你想，神秀大师涵养很好，可是神秀大师旁边的人呢，就不喜欢六祖慧能大师，为什么？他说凭什么把衣钵传给他呢？他连读书都没有读，还南方来黑衣的人呢？你看六祖慧能大师皮肤是黑黑的，但是南蛮子，南方的人，他皮肤很黑。对不对？有点像印度人或者马来人，皮肤是比较黑的，北方人皮肤比较白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五祖知道他这个人是开悟的人，开悟了以后知道吗？他听了以后呢，叫他去厨房里面煮饭、烧水、打柴，为什么？保护他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有一天五祖就来了。到了厨房里面看着人比较少，就敲着他，敲着木头，怎么样？对不对？梅子熟了没有？他说梅子已经熟了，我就在等师傅。他就说弟子心中长生智慧啊，我们现在的人呢，弟子心中长生烦恼啊。你看又是非常大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他听到金刚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一句话他就开悟了，是小悟。他心中长生智慧，在寺庙里面，当时他还没有出家，入定，他还没有正式地步，就是这个在家人，在家人也可以开悟的，但是你要很用功。所以他师父派他去厨房里，为什么要修苦修慧，保护他，怕人家嫉妒他，障碍他。最后呢，他告诉六祖说：“来，我的房间。”他用他的袈裟围起来，为什么围起来？怕别人看到。以前没有像电动门啊，对不对？或窗帘，以前的纸呢是呢像日本一样合适的，只是磨一块纸，你只要用舌头一点就破了一个洞，你就可以看到。他用袈裟围他起来，为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呢因无所住生其心的，再讲一遍的时候，他就大彻大悟啊。他说啊，你这一次啊，赶快走吧，你会有灾难，别人会嫉妒你。他说达摩出土到中国来，传衣钵也传法，世人永远不会了解衣钵的真实意，只会为了这个形象明争暗斗，争名夺利。所以我把衣钵传给你，从你开始不要传衣钵，传心法。然后呢，他就送他，对不对？送了他以后呢，走了，他说了一句话：有情来下种，因利果还生，无情亦无种，无智亦无生。这是五祖开悟的偈颂，给他做应心用。然后就跟他讲，你此去到南方，你要躲15年，15年以后你才出来弘法，你现在出来弘法会有人障碍你，甚至有人要杀你的，甚至为了抢衣钵是不择手段的，对不对？后来呢，他送他的时候呢，哎，他要摇奖，那时候呢，六祖就抢。他说迷时失度啊，悟时自度啊，他开悟了，他就躲到南方，南方他还是在江西哦，哎，
做了15年呢、啊，吃肉腌菜啊，15年以后才来出来讲经说法。最有名大家的故事听过，风动幡动，人整的心动，对不对？这他才出来讲经说法。好，我讲这个故事，所以刚刚往南方的时候，第二天啊，陈秀大师他本身很好，我看过他的传记，可是他旁边的人啊，出家人在家里拿刀子去追杀。那时候我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，我放声大哭啊，我才知道啊，在佛门里面啊，也有人性的丑陋啊，知道吗？所以越相是吧，你以为人佛门里面都清净吗？错，3000大千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清净的，越是佛门越混乱，但你要有道心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到，在同个师门座下也是会明争暗斗的，抢什么？抢衣钵，抢住持，抢传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同门师兄里面呢，相互学习佛法，最怕的是什么？嫉妒跟障碍。所以你要修忍辱，对别人要修随喜功德。好，我在讲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同时说，有时候很多人可以讲，不论在家不家，刚来佛门的时候啊、哦，看得好清净啊，上的课呢，你就今天东东听西边听，然后呢你就觉得这个地方不好，然后就换另外一个庙，另外一个庙呢刚开始也不错，到时候呢那个师父不让你做会长或副会长，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就走吧，然后就换了第三个庙，第三个庙以后就开始了共修了，然后就发心做义工了，人又讲他是非，他又不高兴了，又走了。那你一辈子都在换庙的，答案是什么？你根本没有抓到修行的关键。石像滚动的石头不会长青苔，中国讲磨刀石，刀子要在越利的石头上磨，你的道心才会成就的。所以当时我们的僧团也有很多的是非，我们师兄弟也会生烦恼想要离开，甚至呢，哎，我记得他见我的师父的时候，我师父常常讲这个故事，他说六祖慧能大师开了悟啊，都要在猎人队里面躲15年了，起码我们的庙不是猎人队吧，那你就得修忍辱啊，你若连这个都不能忍，你谈什么叫做众生无边誓愿度呢？但注意听，修忍辱并不是说好皮皮的，人家讲我们坏话不要管他，一皮一天下无难事，那不是，那是我执跟我见。这里告诉你修忍辱是说，人家讲我们坏的时候，若是错了我们应该道歉，若是不对的话不要放在心里，假如他误会了我们，那我们修忍辱就不要放在心里。所以嫉妒是最大的障碍的。接下来看为什么会嫉妒呢？因为你会有欲望，这里的欲望广义的说是对于贪嗔痴烦恼执着忧虑牵挂占有。就像这部电影，你看我们人贪心升起了，贪嗔痴，对不对？争名夺利，明争暗斗，这也是欲望啊。欲望像什么？像这个呢，狐狸追着眼前的猎物啊，对不起，把各位我们比喻丑陋的心像狐狸。真的，我们虽然长人，但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们想要它的时候，就像狐狸一样，先看到兔子，先把它咬死了再说，抓到了哪时候吃，慢慢吃。我们的烦恼就是这样，贪心、嫉妒、分党派、说是非，其实就像这个烦恼。所以在同门师兄弟下，大家不论在家出家，要欣赏别人的优点，没有一个人是圣人，你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啊。不要去说人家的是非，不要说人家的坏话，不要传八卦，所以在同门师兄弟下都会这样，在家出家都会这样。乃至于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也有弟子都会吃醋的，但佛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这个不好意思，中国古来祖师曾经说一个例子，他说假如你看一个人不太顺眼，叫他做3桩事情会很容易往生。第一个就是做住持，住持呢是很辛苦的，哎呀我就是住持。第二个做佛学院的院长，哎，马来西亚也有佛学院院长，台湾也有很多佛学院院长，为什么？很辛苦，为了道量，为了学生，为了课程，都是没有名没有利的，你不为名不为利，莫不为众生奉献。第三个呢，对不起啊，女生不要生气啊，你
以后的比丘尼听到这一段也不要不高兴，收几个鸟，小尼姑气得嘴嘟嘟就往生了。为什么？你收两个女众徒弟，佛陀在世的时候他不收比丘尼出家的，但是因为阿难尊者的祈请，说佛陀过力又收了耶稣陀罗，还有佛陀的姨妈，对不对？也都一个一个出家了。为什么？女众啊，情执很重，女众嫉妒心很强，女众占有欲很强。一个老和尚呢，收了两个人的小尼姑，对不对？一个 A， 一个 B。A 他帮他的侍者，师父我帮你准备好了，师父我来帮你打扫。打扫完了以后 ，B 呢看师父他做的不好，我来重新打扫一遍。你们笑得很开心啊！师父说出了人性丑陋的一面。假如心中没有佛法，那就会争名夺利的，对不对？再讲得更白一点，老和尚老的时候呢，都不知道吃呢谁给他的饭呢，对不对 ？A 说要吃这一碗 ，B 要说吃那一碗，这政治不好的。当烦恼升起的时候，徒弟还会在师父的饭里面下毒的。为什么？师父早一点往生，我好做住持啊。你看人性多么的丑陋，人若不忏悔业障，不修习佛法，调伏你的心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不要认为不可能。不好意思，举一个丑陋的例子，我没有政治立场。台湾，我们当阿扁总统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是学法律出身的，非常聪明啊。他当台北市市长的时候呢，是呢，扫黑扫黄，整顿交通啊，很多人赞叹。结果呢，当了总统以后呢，天哪，贪官污吏，吃的钱最多。为什么？权力跟欲望会迷失你自己的。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干部说，金色道场钱不要太多，钱多你就会争。你不要说不可能啊，师父在也不可能，师父一出国第二天可能就吵架了。所以庙不要盖得富丽堂皇，太多钱会争。第二，太少钱大家会担心道量不够。其实你真正的修道人，我告诉你，佛菩萨跟天龙八部都会护念的。所以在这里要学到，我们要讲随喜功德是对别人，对自己呢请写下来，要写表里如一，真诚跟自然就可以了，不要包装自己。我发现华人很多莲友很喜欢包装自己，尤其在师父面前包装的呢非常的圆满，好像我修得很好。我告诉你，你包装的越多，你越不会开悟。不要假假的，自然就好。当然也不是说对师父没有恭敬心，你越容易认为自己很包装，因为你在世间嘛，就是用这一套嘛。你讲我也讲，大家一起讲嘛，对不对？这样才有生意嘛，才有人缘。没错，那是要轮回的人才这样。可是今天你要出轮回的话，你就要告诉自己，表里要如一，在师父跟莲友面前不要包装自己。没有成佛之前，大家都不圆满，真诚跟自然就好。你应该去欣赏别人的优点，随喜功德，让你看几张图片。第一个，小朋友最容易随喜别人，为什么呢？小朋友的心很单纯。这是我们商业经这2004年12月21号开光那天呢，念五贤行愿品点灯团体合照，你看四个小朋友，对不对？点完灯很高兴，耶！小朋友他很天真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大人心就很复杂，对不对？你看小朋友有小朋友随喜。第二个，这是我们那一年有好几个国家，新加坡、台湾跟巴淡岛的人去波罗布都苏门答腊的这个佛塔，佛法曾经传到东南亚、印尼最远最远的波罗布都，大乘佛法跟金刚乘都在这里，像一个金字塔一样非常壮观。我们最后呢拍一张照片，我们现在台湾呢拍照流行两种版，一种合掌叫庄严版。大家都爱庄严嘛，那就庄一下吧。庄严版，其实心自然就庄严了。第二个拍完拍轻松版，1、2、3，耶！对，大家都很喜欢。我们要随喜别人，随喜别人，每一个人在菩提道上都是有很多的功德。告诉各位，这个世界有恒河沙数人都在修行。虽然你自己修的也不错，但不要太骄傲。第三个，你看小朋友，西藏的喇嘛也很喜欢耶，对不
不对？这是我印度智慧学校，他们我的上师建一个所谓的 school project， 我们随喜供养，那我去拍照啊，拿巧克力送给他，拍完以后就跟他讲，然后让我们拍一张，一二三，一完以后你们跑过来，我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你看我们为什么常常在生命当中面对很多压力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忘了活着也是应该很快乐的。我们常常都想到的都是负面的，对不对？人家骂我，工作不顺利，下个月要交房租了，对不对？又要这个钱那个钱那个钱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人很奇怪，你看十个手指头，假如有九个手指头都是香的，一个手指头沾到不小心你上厕所的大便，好臭啊，对不对？你看的都是这一个手指头，其他九个手指头你都忘记了。同样的，我们对人做了十件的事情，有九件的事情对他很好，对方没有的忘记。你一句话得罪了他，我一句话呢让他不高兴，我做了一桩事情让他不满意，他一辈子啊，我恨死你吧，是不是呢？所以你看我们的人的恶念其实有多少，所以要修随喜功德愿。好，请看下面经文25页，请看经文第9行，复次善能子言随喜功德，所有近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的佛刹，即为成数的诸佛如来，从出发心的时候，为了追求一切种智，这里叫一切种智，就是成佛的智慧，他生生世世都修福修慧啊，他不疲不厌的修福修慧，甚至不惜生命啊，都在很努力。可是现在的人都很怕吃苦，叫他来东国王发心一点，我说哎呀我没空，叫他来念经啊，对不起老菩萨我的脚酸，对不对？可是回家打麻将啊，三缺一可以打到天亮的，不是吗？人是这样很奇怪的哈。接下来经不可说不可说，佛刹即为成数劫，一一劫中布施不可说不可说，佛刹即为成数的头目手足啊。为什么要布施呢？救度众生，如是一切的难行苦行啊，才能够圆满种种的六度波罗蜜跟十度波罗蜜法门，证入种种菩萨的各种智地，成就诸佛无上的菩提，乃至至最后示现于般涅槃的成佛。至于成佛以后入灭以后，还会火化分布设立所有的善根，我们叫做八相成道，我都随喜。舍兜率降王宫，气味出家苦行学道，转法门降魔广度众生，这个叫八相成道。所以你看佛灭度以后，佛讲释迦牟尼佛也说，事实上他可以留到现在，佛的寿命是无量寿，可是为什么佛不愿意住到现在呢？我常常想，若佛现在住到现在的话，你就不用听我讲经了，我们就听佛讲经吧。为什么？因为假如佛活到现在，没有一个人会学佛的。他说佛的寿命太长了，佛因为寿命很长所以他成佛，那我寿命很短，我可以那就没有修了，我们会退道心。还有第二个理由，佛若呢不在了，我们反而会感动去怀念他，所以对佛的教法你会尊重。假如佛现在活到现在，你的心啊皮皮的啊，他讲什么话你都不会了，右边耳朵听啊，左边耳朵就出了。所以佛在法华经里面讲，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佛入灭了。释迦牟尼佛本来可以活到100岁的，以人寿来说他选择80岁入灭，另外20年的福报留给末法时代的在家出家的佛弟子。所以真正修行的人呢是不会饿死的。请问你有没有听过哪一个人真正昼夜精进修行最后饿死的？没有，都是呢吃太饱圆圆肥死的比较多。没有一个人是饿死的，这是嘛我们托佛陀的福报。现在东南亚有很多的佛教团体，很多佛教的这个中心或是寺庙，都是都推了托谁的福呢？释迦牟尼佛陀的福报。举一个例子，当我们小朋友还没有工作的时候，谁养你？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很认真的工作啊，所以小孩子可以读书无忧无虑上学，
去学钢琴、学画画、上佛学班，你托谁的福报？托爸爸妈妈的福报。当有一天你到20岁的时候长大，你要独立的时候呢，爸爸妈妈就要靠你养了。不过现在要觉悟一点，养儿也不能防老，所以还是靠自己吧。甚至现在很多老菩萨呢，我不知道在马来西亚，在新加坡，我也物价都很贵。在台湾，所有的年轻人呢，都搬回去跟爸爸妈妈住了。为什么？省房租费，省电费，省水费。早上起来呢，一大早起来，妈妈还帮他呢做好了早餐，对不对？天下的爸爸妈妈都是你的孩子。对，有时候衣服呢臭臭的、脏脏的，妈妈帮你洗好了、烫好了都叠好。可是现在的孩子不一定会感恩，所以有一个老菩萨就跟我讲：“师父，要洗我，今晚你哪能等来多啊？可能都来捞我的老本的呢。”那我说，那你就赶快小心哦，老本要写遗嘱啊，一份供养三宝，一份呢你自己留着，一份做慈善事业哦。对呀，你看现在的年轻人想法都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佛陀不同，佛陀把所有的福德因缘都留给后世的佛弟子，不论在家出家，你只要精进修行，关起门来念佛，你不会饿死，会有人送饭来给你吃的，你不用担心。问题是你有没有坚固的不动的道心啊？所以看这张画的一面，所以《法华经》佛灭度以后，设立广度一切的众生。接下来看五台山台环镇，这个里面也有舍利子。传说这里不但有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子，还有前一尊迦舍佛的舍利子在这里面，还有西藏很多仁波切，还有中国大乘很多高僧的舍利子都在这里。所以舍利是广度过来的友情。好，接下来再看25页14行，即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身一切的种类所有的功德乃至一尘，我皆随喜。所以这是指六趣，就是六度六道，四身《金刚经》讲胎卵湿化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三善道跟三恶道的众生我们都要随喜。所以看到别人啊，是做好事，我很精进，应该随喜。那注意听，注意听。现在呢，华人的灵友常常多一根筋，听完随喜功德以后，他们要怎么理解？哎呀，师兄好随喜你啊！你做完，你做完，我捡功德，随喜功德，这叫贪功德，这不叫对治你的烦恼。哎，我也是说，我觉得有时候佛友你理解的话，真的很奇怪。真的是多了一根筋啊，有时候又少一根筋。随喜功德是说，我看到别人做，我自己不能做，可是我要赞叹别人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们要去赞叹此地功德会，我们要去赞叹其他的佛教团体，为什么不赞叹呢？我们都会嫉妒，完全当作没听到。其实换你来做，你也不见得会做得比他好啊，是不是？所以随喜注意听，也不是贪人家的功德，是说我能力做不到，可是你却能做到。哎，我内心真的很真诚赞叹你。所以随喜别人的时候讲话呢，不要太夸张。比如他只有10分的功德，那你就讲8分9分就好。那他说做了1分2分，那你就赞叹1分2分，不要赞叹过了头。哎呀， You are perfect, You are wonderful, You are awesome。 awesome 就是太棒了，就是被神奇的，不需要这样，对不对？那你人家会觉得，你这人假假的。好，第二点，看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及辟支佛，有学跟无学。所谓有学是一果、二果、三果，他还要学。到了四果证阿罗汉，断尽所有的烦恼，他呢，声闻尘来讲，他叫无学，他就证阿罗汉果。声闻是依四圣谛而觉悟的。辟支佛是依悟12因缘而成就的，所以我们要随喜他所谓的出离心的功德跟成就圣者的功德，所有功德我皆随喜。接下来再看菩萨道，一切菩萨所修无量的难行苦行，为了一切众生，为佛法，为众生，对不对？不疲不厌的奉献，至求无上正等菩提，还有广大的功德我皆随喜。好，这里的菩萨可以在旁边写
有一个是凡夫身的菩萨，有一个是圣贤身的菩萨。所谓圣贤身是指谁呢？像文殊、普贤、观音、地藏、弥勒，这是大菩萨。事实上他们都成佛了，是些大菩萨，这叫圣贤身的随喜。第二个凡夫身的随喜是什么？像我们这些依佛的制度，无论在家出家，然后行六度波罗蜜，行菩萨道，虽然我们是凡夫还没有证果，可是他却累积了六度波罗蜜的功德，这种凡夫身的这个菩萨喜我们也要去随喜。所以总而言之，我们应该常常去赞叹别人。接下来再看补充资料，25页第24行，心包太虚量州沙界。我们要以清净的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去修学随喜功德。好，这里讲随喜功德，请看幻灯片，先要解释功德跟福德不一样。我们还会常常赞叹人家，哎呀你很发心啊，对不对？功德无量，无量功德。其实功德不是那么好修的。哎呀师姐，谢谢你来发心啊，今日周日儿童佛学班你来煮饭，你啊真是福报很大，长得圆圆的。其实一般我们修的是福德。福德是什么？举个例子，现在假如有人供养师父巧克力一箱，我只比喻啊，不是叫你买巧克力的吗？不要听错啊，明天呢全部呢我门口排一箱都是巧克力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假如你供养我巧克力很多，我一个人吃不完啊，对不对？也会过期啊，对不对？我可以把它发下来，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巧克力啊。我常常讲要甜甜嘴也甜甜你的心，对不对？让你觉得呢很欢喜。全世界呢有咖啡跟巧克力这两个呢是最甜心的，所以生意都是最好。好，可是呢这个就叫福报，我巧克力可以分给你吃，可是功德我没办法分给你。功德是什么？是戒定慧。福德是你升起善心帮助别人就会有福报。比如说你看医院看病，福德无边。你照顾贫穷的人，对不对？你用钱帮助他，或是呢你买衣服给他用穿，然后呢他没有读书的钱你给他，你用钱主动帮助别人，乃至于有形无形的帮助别人，这个叫做福德无边。这不是功德。功德是什么？是戒定慧。功德我没办法给你，不像你们各位想哦像章鱼一样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像现在 USB 一样，拿 USB 来师父，我把所有的智慧全部给你。要可以这样的话，观世音菩萨早就千百亿化身，每个人在头上呢就画一尊，然后呢就放功，戒定慧不就给你了吗？答案不是这样的。功德是要自己修的。所以请看，功德是代表没有烦恼，心清净，而且要开戒定慧智慧，你要靠自己修，所以功德比较难。所以达摩祖师曾经碰到了梁武帝，梁武帝问他，朕度了很多出家人，对不对？建了很多寺庙，做了很大的供养，请问有没有功德？其实他问错了，他应该问朕有没有福德。假如他问福德的话，达摩祖师会说，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，你福德无边。可是梁武帝却问他朕有没有功德，他跟他没有投缘，一句话骂他就毫无功德可言，他气死了。气死了一抱头去呢，皇帝也不喜欢他，然后呢他就到这个山上去面壁9年等二祖。其实我查过，梁武帝本身他智慧很高，他还读般若经，他还可以深作讲经说法，但是什么，他很爱面子爱炫耀，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皇帝，但是呢他是福德无边，知道吗？那个不是功德。那福德是什么呢？从有形跟无形，你帮助给别人，你虽然帮助别人，可是啊你还是烦恼很多，没什么智慧，然后心不是很清净。所以功德跟福德是不一样的。接下来再讲随喜功德还有一个目的，要对治谤法，这个一个很重要，待会会多讲一些。夏林居老居士曾经开示过，请背起来，广学原味深入，
专修即是准持。请看26页第三行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佛弟子修持，你可以专精，可是在学佛法上你可以广学多闻。你为什么要去广学多闻呢？就像我下午举例一样，你做一个中药部的医生，你要济世救人，你要学很多药方啊，你要广学啊。因为每一个人的生病情况病症都不一样，有些人呢体质是热的，有人虚的，有人是寒的，有些是冷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好我就呢去拜师学艺，我学一副药叫池前大补丸，任何人来我都叫他池前大补丸，有些人吃的会有用，有人吃的呢会一命呜呼哀哉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同样的佛弟子，你应该广学多闻。广学为了让你深入，你看我们以前挖井，挖对不对？一挖很大，然后慢慢挖挖挖挖，越来越深，挖到有水的时候，一直往下挖嘛，这样子你才会有大水井啊，听懂吗？专修即是总持，就是你心要专精。佛法时代大家心很散乱，比如说你专精修一个法门，你修大悲咒，修10年20年就会产生力量。所以专修呢，就是总持。总持叫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。所以你给各位的建议是看26页第五行，解门上你要广学无量的妙法，而且要随喜赞叹。尤其是像我们这里荣国学佛会示范佛学教育，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菩萨行，对不对？这边有很多法师来演讲，对不对？师父今天来讲普贤行愿品法，下一个法师来讲金刚经很棒般若波罗蜜，再来一个法师讲大悲观音法门啊，再来一个法师讲药师法门。各位啊，看你们头黑黑的啊，对不对？气都不好啊，那念念药师经啊，身体都不好啊。再来一个法师讲地藏法门，大悲愿力很大。那你呢，都一头雾水了。到底哪个法门好？答案是每个法门都很好，都是佛说的，但你自己觉得跟你哪个比较相应？有人愿意去极乐世界。有人将来想上身兜率内院见弥勒菩萨，有人想到东方药师净土，有人呢希望呢见释迦牟尼佛，在这一生生生世世还继续行菩萨道，都好啊，你自己选择，但这都是佛的正法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看行门。行门要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。注意这里的一门是不是指经典的一，也不是指数量的一。一门的话，用英文应该讲 one direction， 一个方向才对。待会我会解释。所以举个例子，你现在要去 shopping mall， 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，你们有 Jesco 跟 Tesco， 对不对？现在你发现呢，我要买一双球鞋，我的鞋子坏了，那一定呢，你会去 Tesco 跟 Jesco 去看。当然，卖鞋的不是只有一家，很多家吗？你一定会去看啊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叫 Timberland 一个牌子的，哇，很贵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品质很好，这个呢颜色我不喜欢，那个呢虽然呢很好，可是不是我要的功能。因为呢球鞋里面也有分很多种，有休闲的，有跑步的，有登山的，有朝圣的，有些有防水的，有没有防水的，你看有很多种。所以答案是什么？你一定刚开始会去选，没错，可是呢你选了半天，你要看看你的预算，你喜欢买什么颜色的鞋跟功能的鞋。请问好，那就让你给我逛3天吧，逛一个礼拜，你还要逛吗？不用吧，选定一家买啊。同样的中心，我用这个很简单的比喻让你懂佛法。所以你刚开始学佛法的时候，的确会有一两年会到处跑，这个道场这样跑，那个道场去走一走，这个师傅觉得很不错，哎，那个又不错，南传北传到处跑，可是不要一辈子都在跑啊！万一跑到哪时候啊？跑到很老了，你都没有修啊！就像刚才买鞋子一样，你有权利去比价，你有权利去看看哪个功能跟颜色啊，你想要的，你最多逛3天嘛，对不对？再等一下下有啊、有打折的时候，我们讲 big sale 的时候，或 discount 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不会一直永远都在跑吧，对不对？那你到底要不要买鞋呢？同样学佛法也是这样，所以在解门上你可以广学妙法，随喜赞叹。
可是在修持上，你要一个门专精，比如说你开始念大悲咒、普门品、金刚经，你就要专。这次呢，劝你们念普贤行愿品，你要一个门好好的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你才会产生力量的，这很重要。好，在这里请看幻灯片。接下来是属于补充资料，并不在讲义里，其实我是讲在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。好，请大家专心听比较重要，因为我们有全程录影，也就是说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哎呀，大家看，我们会看到现在有很多修行的人都有不同的典范，你不用一个一个抄，听懂比较重要。第一个叫专修专弘，你会看到现在有很多的净宗学会就是修这个法门的，对不对？从最代表的是谁呢？印光大师，他博通经论，如佛并弘，传下来李炳南老居士，来自于传到净空老法师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化身，现在我也可以亲口告诉你，李炳南老居士是地藏菩萨化身。我说师父你确定吗？确定。我没有时间讲故事了。那净空老法师也不会是普通的人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看到所有的众生都是每个法门都在跑，修什么都没有信愿起散乱，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要对治你散乱还有心很杂。你看听好，我刚才讲的所有的法门都是佛说的，问题是什么？你修任何一个法门都没有信愿起。以前我体会不太到，因为体会不到印光大师、李老居士还有老和尚、老法师他们的苦口婆心，就专。可是注意听，专不是说只有一本经其他都不能碰，没有这样说的，那是他的善巧。举一个例子给你，我现在假如到一个菜市场去，我是 shopping mall 去买东西，一个阿公跟阿妈看到我，师父阿弥陀佛，请问我怎么修行呢？我看看他这么忙，对不对啊，也不可能来听经闻法，那我只会教他，那你就好好念佛吧，念观音菩萨，念阿弥陀佛。你现在在做生意，对不对？有空的时候客人来你就招待他，没有客人你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为什么？他的因缘就能这样嘛，对不对？但并不代表说其他的法门他不可以学，但是呢，专修专弘的目的是对治你的散乱心。举个例子，各位也是心很散乱的，比如说现在呢，可能我这个讲座完了，下面又药师法会要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很多寺庙又开始要药师法会，念七天，还有供灯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到年底的时候呢，哎呀，观音圣诞又到了，然后再来呢叫阿弥陀佛弥陀的佛期，然后年底呢就三千佛忏，然后明年过年未赛节，对不对？啊，文殊普贤观音啊，诸佛菩萨，中国人都喜欢一初一十五这样修。接下来呢，到了七月啊，那就更忙了，死人跟活人都很忙，念一个月的地藏经。答案是什么？都很好，问题是你修任何法门你都没有信愿心。所以现在不是讲法门的问题，是你自己的心没有听闻佛法，因此叫你不要乱乱跑，要专精啊。专精是对治你的散乱心，也就是真正修持的过程你要专精。比如说上师父，我劝你念普贤行愿品，我也继续念了，我念了二十多年了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也念其他的经很忙，我还讲经啊，还要教学啊，还要管寺庙，我也念了五千多遍，我一直会念到我往生最后一口气啊。待会会介绍弘一大师，弘一大师一生也是念华严三品，所以对一个法门要专精。但专精并不是说其他的就不要，不可以这样解释，这叫谤法。所以净宗学会最容易什么呢？产生执着，而且谤法。为什么谤法？你是去不了极乐世界的。我直接跟你讲，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里面讲唯除忤逆毁谤正法。现在很多净宗学会的莲友都认为自己修得很好，都会批评别人，要么动不动骂南传不两义，你没有见过阿罗汉啊，要么就动不动讲大乘啊，我金刚乘啊，对不对？还批评西藏的火供跟烟供啊，你根本什么都不懂啊。所以师父要真诚告诉你，你修自己的法门很好，但不要批评别人。
这点很重要，我是讲真话，而且我只会讲一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做棒法的话，你念阿弥陀佛，临命终的时候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你会呢被一些黑烟呢盖住，阿弥陀佛不会出现的，因为你这身都在棒正法。哪一种人容易棒正法呢？外道，基督教、天主教或印度教，他不学佛法会棒佛法。还有一种，学了佛法没有遇到好的善知识，又听莲友乱乱讲，就随便乱乱讲，就会棒正法。你对所有的法门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都应该随喜功德，所以对正法要心生随喜心。不然假如专修专弘被你解释为只有一部经其他都不要的话，那弥陀佛大愿王不就变成弥陀佛小愿王了吗？对不对？阿弥陀佛大愿王像百川汇汇于大海，所以净业三佛里面讲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对不起，我讲这段话每次都有点激动，如果看到末法时代乱七八糟的都很多，很多人都认为自己读得很好，但是其实都在放正法。举个例子，我就曾经亲自做过调查，净土圣贤录里面你知道吗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排行榜念经第一名的是什么？金刚经啊。第二名是普门品跟阿弥陀经。而且我看到一个老菩萨，不是指他一辈子念了30万遍阿弥陀经啊，上辈往生啊。专精是很重要，不像各位莲友东抓西抓东抓西抓，这样是不好的。注意听，师父这样讲也不是说下一个佛学讲座你就不要听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我现在要说的意思是说，你对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有信愿心，这它是专精的目的。请看印光大师，他博通经藏，如佛并弘，往生的时候预知时至，他活到80岁，烧出来5彩的舍利子，40颗的门牙，每一颗牙都是雪白的。印光大师自己懂很多经论啊，并没有说不要懂啊，他只是看到广大的众生呢很忙，当时清末民初兵荒马乱，中日在战争啊，国家很可怜啊，佛门也很混乱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可是印光大师本身呢读很多的经论啊，对不对？我说过成佛法门无量誓愿学。好，接下来看第二个正住双修，最有名的是谁呢？弘一大师。举个例子，弘一大师正修极乐净土，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预知时至，住修他弘扬地藏法门，他也弘扬药师法门，对不对？他弘扬戒律跟弘扬华严经啊。那为什么弘扬药师法呢？因为药师12大愿里面有说，若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你不幸受了戒而破了戒，破了戒以后要念药师咒，念药师咒可以让你戒体而清净。所以弘一大师是律师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呢内有烦恼，外有恶缘，受了戒以后，五戒或出家的戒呢被破的时候，他可以通过很多忏悔方法，其中一个药师佛的12大愿就可以让你戒体清净，而且不会呢走入邪知邪见，具有正知正见。所以弘一大师弘扬药师法，我觉得正住双修很好。比方说目前商业经社也是这样，正修我们所有的莲友都要去极乐世界，可是有些修难传，比方说我刚刚上完法聚经，我们也有上北传的课，我们也有学藏传4家行、大手印、莲师，很多观音、度母所有的教法，但是都是求生极乐世界，所以叫正住双修，弘一大师也往生了。谁说读地藏经跟药师经不能去极乐世界呢？你要辩论的话，你一定输师傅的，对不对？每一个道场都有它的风格，可是你要想清楚，不要听人家乱乱讲。你看弘一大师是他年轻的时候，到了年的时候呢，啊，清高亮洁的弘一大师，对不对？他预知时至了，他写，哎，对不对？啊，悲心交集啊，对不对？最近新加坡跟马来西亚，尤其槟城也在放弘一大师《一轮明月》的电影，或是所谓舞台剧啊。你看弘一大师一样往生极乐世界啊。所以专并不是说其他的经典就不能读，没有这样说的。可是有些佛友就随便乱乱讲，
第二，你看弘一大师亲笔写的《勇猛精进》嘛，他一生，他还没有出家之前是天津的有钱的人，他一生是非常的这个风流倜傥的，对不对？他说呢，他还好学佛，没有学佛之前呢，真是阿弥陀佛啊，造了很多恶业啊，他也不少。